发到这边来等待，这样感觉蛮震撼的。因为在那种乡间小路还可以这么灵活的在那边运行，就蛮厉害的。的确很震撼，第一次在这边看到。
都会觉得他一个妈是故意的，不会的，会打那么久是故意的，对，也没有啊，今年就根本就不需要这样玩的，对啊，都是自己的路，装备够的，就是比较另外的，我先选一选，我前一天带的空牌，然后他就是加一个很像兄弟像的小背包箱，我女儿她就喜欢，这样的我也开心。也不是这样讲啊，你要懂得敲，你要懂得怎么敲，对，你要懂得敲，因为你只能敲一敲敲击的，它有时候你的就是那个沙雕的那个变成什么，对啊，不出来的，不然就好不到了，敲敲击，对，因为它已经讲到我们的功能。跳出来都有变成刚开台车的人才知道说你要先往上敲再把它往右脚部的敲一点，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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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里面的构造出现吗？刚我蹲进去啊，去打一打。对啊，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他砍柴我怎么办啊？我们没杀。没有，我们那个还是我们拿机器比较好。我们的手机只要
我们有画面就好，有画面就好。来看什么？现在看那个长星超演。主要是要看什么样的演练，还是说什么样的？主要是想要看云豹甲车还有战车演练，因为难得在都唐市区这边出现。几点就过来了？几点出门？从哪里来？哦，我5点多就从，因为我家住二林，5点多就从二林出发到这边来等待这样。看到那个我们的战甲车在路上跑，觉得怎么样？感觉蛮震撼的，因为在那种乡间小路还可以这么灵活的在那边运行，觉得蛮厉害的。因为中间有几个弯道，你觉得它转的怎么样？因为之前好像有发生过事故，你觉得它这样转好像还不错啊，还是怎么样？还蛮不错，而且路蛮小条，还可以这样顺利的通过，我觉得蛮厉害的。妈妈可以问吗？特别这样子一起带小孩会不会很累啊？跟老公这样出来？不会啊，有共同的兴趣很好。哦，你也有兴趣？有，但是我不专精。哦，了解了解。好，自己看到战甲车觉得怎么样？的确很震撼，第一次在这边看到。小朋友也是。